iTalk BB 所举办的2010猜足球冠军抽奖活动，于7月17日星期六在圣盖博士加州旗舰店，由全球3500位观众中公开抽出幸运的得奖者，奖项包括从一个月到高达六个月的免费 iTalk BB。感谢大家能参加我们 iTalk BB 世足赛竞猜活动。那我们很荣幸呢，在这个十几天的活动里面呢，全球有3500位的民众来参与我们这个抽奖。那在美国地区呢，我们有1500位的民众来参与抽奖。那今天我们即将要赠送出95位的民众，从一个月免费到6个月免费不等的 iTalk BB 免费电话服务。那我们今天呢，总共会现场先公布iTalk BB 的用户，我们把它分成 iTalk BB 用户以及非 iTalk BB 的用户。那只要你有猜中呢，你可以打到我们客服中心来兑换这个礼物，或是到我们的 iTalk BB 在洛杉矶地区的圣盖博分店，以及在纽约地区的 Fraction 的分店来兑换这个奖项。那错过这个活动的这朋友呢，也不要担心 ，iTalk BB 还有更多的活动等着你来参加。只要现在我们推出了 iTalk BB 人见人爱盛夏推荐活动，只要你参加 iTalk BB 推荐两个人以上，你就有机会获得3个月免费的 iTalk BB 服务，3个人就有6个月免费，推荐4个人就可以享有一整年的免费 iTalk BB 活动。那 iTalk BB 提供的家庭电话服务呢，是专门针对我们海外华人所特别设计的。那只要你参加 iTalk BB 的服务，你可以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钱，可以无限拨打全球29个国家。iTalk BB 新家庭电话秉承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好服务的理念，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 VOIP 服务。想了解更多 iTalk BB 的服务及优惠方案，请拨打服务热线或上网查询 www.italkbb.com。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